强妹，喊雷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阿哥，那东西哪里呀？转悟卡。回家，沿着来时的路，回归故乡，去寻找他最初的模样。阿公，你两边掉耳钉呀？来离，就会还都干净的，去云顶。洛阳，一个让人梦魂萦绕的地方。波澜壮阔的黄河，奔流不息的洛河，在这里孕育了最早的中国。黄河文化、河洛文化、客家文化在这里开枝散叶。这条大街记录着客家先民离开的场景，这个故城承载着客家人思乡的情节。这座丰碑是对先民南迁最深的纪念，西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，客家先祖曾经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客家文化在这里焕发新的生机。客家历史如今在这里得以重塑。1700多年前，客家先民从洛阳第一次南迁，开启了衣冠南渡的历史序幕。2009年，到洛阳寻根的黄石华先生曾说，洛阳之行让我知道了我的根在哪里。天下客家，根在河洛，波迁四海，五洲立业。承载河洛遗风的衣食物用，流转千年的民间艺术，烙着中原印记的建筑遗迹，延续至今的婚嫁习俗。有根有底，有本有源，一脉相承。今天，异彩纷呈的洛阳，以它开放包容的性格，依旧推动着华夏文明的发展，正在创造着洛阳时代发展新的辉煌。
全蒙客家自景体，天下客属一家亲，洛阳欢迎你。